我在立法院前后将近20年了，然后我相信还有几位委员比我资深了，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立的法，创设了一个立法院以前从来没有的制度，就说要对这个立法院可以对人跟对机关做行政处分，处以行政罚款。大家知道立法院没有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呢？如果立法院要作为一个做行政处分的机关，那应该要有接受诉愿呢、啊。立法院有听过有诉愿委员会吗？立法院没有。罚款的收入要有预算的编列，立法院也没有这样的预算科目。今天修这个法律，民国113年创立法院的先例，现在对人、对机关、对机构不满意，或是怎么样，可以处行政罚款。本来还有刑法，但是大家一直在跟他讲说刑法不可以，现在的这个条文变成都行政罚款。那我在想，如果你立法院做的行政处分要对人家科罚款，那将来大家对立法院做了其他的处分，或是做其他的决议，可不可以也来诉愿，也来经过再诉愿，然后向行政法院起诉呢？这个制度的配套过去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创设这样的制度，这应该要好好的讨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耶，让立法院取得行政处罚的权利，让立法院到底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还是同时兼有立法行政机关，这么重大的议题不用讨论，在这个地方表决没有任何说明，然后就靠举手，然后这样子就蒙混过了，这如何面对我们这么重大的议案的这个这样子的现社会现实的状况呢？全国人民能服气吗？我们或许我的见解不见得100%正确，你说过去没有的制度现在可以创设，那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不应该好好讨论吗？啊，把它变成一个儿戏状，分散在诸多条文里面，那请告诉我，今年立法院会计科目有罚款收入这一条吗？立法院有这个诉愿委员会吗？这些制度都没有健全，就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方式表决过关，这一个只能说。